肯定是我。我回来了，人呢？黛西，哎，哎，别！我跟你说，我今儿一天没吃饭，让我先吃口东西行不行？人员位置上都有变化。哎呀，怎么又？吹了吧他！哎呦！ 15分钟，15分钟，来，跟我站！哎，别，哎，你看不起谁呢？哎呀，你今天怎么废话这么多？我那个，我一会儿我先洗个澡，然后把球呢好好看完，看完之后，我再向你下战书。少敷衍我，我知道你一会儿要开电话会议，少骗我了。干嘛？哎，别，你干嘛呀？我这洗澡呢，你是不是吃错什么药了？ 说的，那个，你再往前开开。再往前开开，再往前，前面是死路口啊。嗯，那这也挺好的。你不觉得这儿特别安静，特别刺激吗？黛西，大晚上你想干嘛呀？你说我想干嘛呀？哎哎，黛西，你不要这样，黛西。 那什么，我这个凳子坏了，这里不让停车。这前面能走吗？不能走了，就掉头走吧，往后掉头。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了，你现在走，现在走。